这次的清明年假呢，相信大家都会出远门扫墓祭祖，或者是趁这次的年假天气还不错，出门走走吧。因此呢，这次我要跟大家介绍的就是我最新入手的单品分享 ——Taparage 的商务背包。先跟大家介绍一下 Taparage 的这个品牌哦。Taparage 呢，这个品牌源自于攀登工具美学的品牌，设计师呢创造了各种连接城市生活、探索精神的时尚单品。其中城市生活需求的背包系列呢，更是成为旅程的好伴侣哦，优雅的让都市生活变得更美好。品牌是受攀岩者的启发哦，创造了各种连接生活和探索精神的时尚单品。所以呢 ，Taparage 这个品牌呢，它是算是一个攀岩以及运动的品牌哦。但是近期来讲，它也出了很多一些跟城市生活上相关的一些单品哦，例如钱包、背包之类的。那这次我要介绍的背包呢，就是这一款哦。这一款 Taparage 他们这次所热门商品所推出的商务背包，那我对于这种出门旅行啊的商务背包的需求有六点哦。第一呢，我希望是外观可以好搭配哦。那第二呢，舒适可以久背哦。那第三呢，希望是多功能还有多层次的设计哦。那第四呢，是防水的功能哦。那第五呢，是可以搭配旅行箱使用哦。那这款 Taparage 的商务旅行背包呢，也非常的符合我这五项要求哦。应该是说它还有更多的功能哦。那首先外观一定要好看好搭配哦。通常呢比较百搭的颜色是黑色的背包哦。像黑色系的背包呢，你通常都是蛮百搭的哦。你只要穿休闲的服饰或者是正装的话，都是可以很轻易的搭配哦。那也适合不同的场合哦。那 Taparage 这款商务背包，它的外观除了可以休闲的搭配之外呢，它把背包的上面两边往下拉紧呢，背包的外观呢，就会变成正式上班族的商务背包的外形哦。那这样的背包呢，非常适合像我们平常上班，那下班之后呢，可以把它变成一个比较休闲的背包，那下班去做一个逛街啊，或是聚餐的使用，这都是非常的好用，而且非常的好搭配哦。第二呢，可以背得更久、更舒适哦。这款 Taparage 商务背包呢，它的重量大概约850克，我觉得还算轻巧哦。搭配胸前的固定扣以及可调式肩带，可以让背包更加服贴于你的背部哦。重点是这款背包的背部呢，它有做网状的透气哦，那可以让你的背包呢背得更久。第三个呢是多层的设计置物内容哦，那这样的设计呢可以放不同类型的品项哦。那它除了外面有两个换取的口袋之外哦，就是在正面这一侧以及侧面这一侧呢都有一个大容量的快取口袋哦，那可以容易拿取之外，它内里呢，我觉得它的分层非常的多、哦，它可以放15寸的笔记型电脑，那以及 iPad 哦，那或者是 A4 的文件、充电器或者是滑鼠，那以及你的钱包哦，这都可以的哦。再一次呢，背包的外形呢，不容易因为内容物的多寡而导致扁塌或者是变形哦，我觉得这一点也是非常的重要哦，因为呢。有一些包包呢，它的材质算是比较薄的哦。那比较薄的背包呢，有时候会因为我的内容物多或少，就会导致我的包包其实原本的形状变形哦。那这款 Taparage 的背包呢，它的外层呢主要是用尼龙的物料哦。那基本上呢，我认为这个背包呢，它是非常的厚实，可是其实它也不会非常的重哦。因此呢，所以我只要背多一点东西，或者是里面内容物非常的少的话，它也不至于到扁塌哦。那内容物多的话，它也可以很完整的保持它原本背包的外形哦。在第五个点哦，可以防水设计哦，那适合台湾多变的天气哦。我觉得这一点是最最最最重要的哦，因为我认为呢，防水功能的背包设计呢，应该是说在台湾是非常必备的功能之一哦。因为台湾的这种天气，有时候早上呢天气很好，那下午呢就会开始下雨哦。如果说背包没有防水功能的话，在保护里面的内容物的话，会非常的不实用哦，因此我觉得有防水功能的设计是真的非常实用。这款背包呢，它使用了防水 PU 涂层面料以及防泼水的拉链哦，因此我觉得它在防水性来讲是非常的强哦。那最后一个功能呢，其实很多背包也都有，那有些背包其实也不一定会做，但是我觉得它也算是一个蛮基本的功能，就是这款的背包的背后呢，它可以放置在行李箱的拉杆哦。虽然说这种功能是非常的基本，但是我认为很多背包还是没有这个功能，但它也都做到。应该是说这款背包它基本的功能都有哦。
那也非常符合我想要这种廉价长途旅行的需求。那最后来介绍一下这次塔巴尔局的热门商品哦 ，Zencoin 的钱包哦，也就是在我胸前的这一款哦。这款钱包的设计非常的极简，那超薄呢，钱包呢也可以非常的简单的放在我的衣服的前面的口袋哦，那就是大概像这样哦，那基本上也不太会让你的口袋呢会有变形的感觉，因为其实它非常的轻薄哦。那其实里面呢，它就简单的就是可以放一些卡片，那以及纸钞的部分哦。对，那其实像这种钱包呢，就是非常适合的，像我本身自己出门，其实我是真的不太会带零钱出门哦，比较常携带大概几张大钞，那以及常用的信用卡，还有一些证件哦。再来是这款钱包呢，它虽然是简单轻巧，但其实呢，它在放置卡片上有 FID 的保护设计哦，不会让你的卡片功能互相影响哦。那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蛮贴心的设计哦。最后介绍这两样呢，都是塔帕尔局近期的热门商品哦。这一次呢，塔帕尔局有给我一组专属的折扣码，就是 WillyWong-15 哦，给我的观众朋友们。那只要购买塔帕尔局的商品，结账前呢，输入这一组折扣码，就可以获得85%的优惠哦。那例如呢，在官网上选择我刚刚介绍的钱包哦，那这个钱包的价格是3080哦。加入购物车之后呢，送出结账哦，在右边的活动代码输入折扣码 WillyWong-15， 那价格呢马上变为85%的优惠价格2618哦。那我自己认为折扣后的价格是真的非常的优惠哦。那如果有喜欢塔巴尔局的其他商品的朋友们，也是可以使用这个折扣码，都可以获得85%的优惠哦。它其实并不限于在我介绍的这两样商品内哦，因此它在全品项上面都是有85%的优惠。影片最后呢，我想要给各位订阅我的观众朋友一个小小的抽奖奖品哦，那就是刚刚介绍的塔巴尔局的钱包哦。那这款钱包呢是黑色的哦，那要怎样呢才能获得这次的抽奖资格呢？只要 follow 以下四个简单的步骤，第一呢就是追踪我的威力穿搭中的 IG 哦，那第二呢就是追踪塔巴尔局的官方 IG 哦，那第三呢就是订阅你现在所看的威力穿搭中的频道，并且开启小铃铛。最后一点呢，也是最重要一点，就是你要在这一支影片下面留言哦。那留言的内容不拘哦。那如果想不到留言内容呢，其实你也可以在底下留言，提出你们想要看威力介绍的哪些穿搭，以及介绍哪些品牌的单品介绍哦。最后呢，我们会在这一支影片播出之后的两周，也就是4月17号的礼拜六，我们会在这一则影片的留言上方呢，以及 IG 上呢，会公布这一次的抽奖的得奖者哦。那也非常的谢谢各位观众喜欢威力穿搭中的频道哦。那也希望大家能够踊跃参与这一次的抽奖哦。这次也是算是这个频道的第一个办的抽奖活动哦。那感谢各位观众朋友在这短短的几个月以来给这个频道的支持以及订阅哦。那希望未来威力穿搭中的频道呢，可以再分享更多的穿搭内容给各位观众朋友。那我是威力，下次见，拜拜。